这是什么情况？嗯，螃蟹都死掉了，看，哎，这个能活？哇塞，也没用了。这边还有两条，哇，这是咋的了？看，天哪，这估计这两天天天下雨啊，这些螃蟹都那个被海淡水冲死了。看这边就是那个下雨的排水孔。行了，这边没有好货，咱上里边转转了。那边沙光鱼，这条鱼不大，看我能不能抓着你吧。哇，嘿，这条鱼没大有活力啊，看身上都受伤了，这也不知道在哪地方逃过来的，都扒了皮了都。不要了，在里边玩吧，走了。像这样的一个那个鼓包，就是八爪鱼无疑了。瞬间就出来了，看，哎，粘手上了，哎哎，漂不漂亮？这个八爪鱼个头可以啊，嘿嘿，还会变色这一个，行，厉害了，辛苦你了，别走了。这个洞挺奇怪的，好像没喷水，不知道是不是什么。哎，是，看，是成王，这样。在这边挖就差不多。嗯，这个跑了吗？在这儿。哇，天哪！这个小不小？感觉好小，小的咱就不要了吧。哎，还呲水呢。行，不要。这还一瓶矿泉水呢，应该是淡水啊。这个盖子都没那个弄开，请这种海洋垃圾里带回去。吃啥呢？露个大头。现在潮水还刚退啊。水基本上没退干，露个头呼吸，找水一旦退干了它就进去了。怎么样，这个蟹子漂亮吧？跟那个豹纹似的，穿了一身那个豹子服装。这个海星在干嘛呢？有些朋友问我这个海星头在哪地方，看这个翘起来的这地方就是那个头，就它这个头遮影的方向继续前进，这应该这个是在走。看这个吸盘都上来了，洗一下吧。哦哟，挺漂亮。这个月亮背小洞能看见吧？哇天哪，这个够大了，来吧。这个可以哈，基本上这个月亮背卧沙都是涨潮的那一瞬间好挖，它也都露出来。行，带走吧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上午赶海没下雨，下午就开始下雨了。我是阿强，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走了，拜拜。